欢迎两位哈，大学同学是吧？对。据说在一起好多时候还一段传奇经历是吧？谁来讲讲？让他讲吧。哦，你讲。我们当时两个人呢是在网上认识的。因为我们两个人当时都是做那个兼职代理嘛，就互相加了好友，讲推销自己的产品。后来就是在网上聊天，就发现是同一个学校啊，很有缘分。我们就想着当时在开学的时候来见个面，然后发现是哎，更巧就是我们在同一个班里嘛，然后就发现这种。我们就决定这样一直走下去吧。哦，对，觉得特别有缘。那你们那会儿在网上认识的时候是同班同学吗？那时候还不知道是不是同班同学。还不是。所以生活你看啊，其实也挺有意思的。怎么了这同学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对，就最近就是我觉得吧，他管我管得特别多，什么都管哦，就是什么物质上啊、生活上、精神上什么都管，我就感觉像笼中鸟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有，是这样吧，姑娘，管得厉害啊。管得还挺严的，实际他这个人自制力一点都不好，然后我就是想着管着他点嘛，让他自制力好一点，如果他稍微自制力好一点的话，我也不会管他了。行，我这么问吧，他刚才说了物质上是吧，精神上都管，先说物质吧，钱谁管？我管。你管？嗯。愿意让他管吗？我愿意让他管。啊，一个礼拜给多少钱啊？就是我是原来就是爸妈每个月都给我打生活费嘛，月初的时候我打了，我就直接要给他，就一个月多少钱生活费啊？一个月我爸妈给我两三千吧。然后他给你多少呢？每天就给我15块钱。哎，这不够哎，现在食堂15块钱够吃饭吗？两顿三顿？不用啊，就是我给他一餐的钱，然后中午饭和晚饭都是和我一起吃的，我觉得完全够啊，还能剩一瓶水买水呢。哎呦，就等于给一个早餐钱是吧？对啊，够了啊。哎呀，委屈吗？委屈，肯定委屈。主持人，您看他的身材和我的身材，你也知道我食量肯定是他的好几倍，是吧？对，然后我们俩一起吃饭的时候啊，他肯定就是啊，我们打一样的菜或怎么样，打少点，我根本吃不饱，就是那么几颗青菜。你吃不饱，你说呀。我不能说，我一说他就要说我吃的多，要说我胖。那他吃的胖了，我就想让他在饮食方面稍微节制一点。他之前你不知道啊，主持人，他之前挺瘦的，才130多斤，现在你知道他多少斤了？多少斤？180多斤，我就不好意思说出口，真是的。不是180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好意思说出口的？我们180的人怎么了？130，突然到180。我还126过呢。你不能歧视我们胖子，知道吧？我们胖是因为我们幸福，对吗？对，我觉得胖也挺可爱的，像大白是吗？胖的女生很多都喜欢呀。行吧，就饭不给吃好是吧？管钱。那个精神上都管哪些呀？精神上我就是一般学习我会多督促他一点嘛。比如说像星期六日啊，我就想着让他跟我一起去那个图书馆学习嘛。可是他倒好，他就是网吧抽烟，然后和兄弟啊一起去。不是，主持人，就是平时的话我们这上课学业也特别繁重是吗？就平时哎，难得有一个周六周日啊，跟宿舍几个好朋友出去啊，上个网，然后吃个饭啥的，他都要管着，必须要让我去上学。我跟你说，你真没管好，他上网喝酒哪来的钱啊？他肯定还藏了一些钱。对，我也发现他就是藏了一些钱。主持人，这个我也要说一点，这就是我自己去兼职，我平时就经常做一些兼职。他们给我打到支付宝里面啊，然后我一开始我还有点钱吃夜宵。这个你可以不说了，再说你又没了啊。没有，后来是真的被发现了。被我发现了。又给收缴了。把他的那个支付密码。能够改了点，他改我支付密码这个事我真的，哎呀，我现在特别难以接受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假如说我现在出去买瓶水啊，买包烟什么的，我现在手机拿出来扫码支付密码不知道，根本就是手机里有钱用不了，你知道吗？等于然后他知道了再批你。对，我必须得打电话给他申请啊，能不能给我买一瓶水。那如果我不是为了你着想，我干嘛会这样？我至于这样吗？我一个大姑娘的整天为你操心，我容易吗？我他管得太多了，什么都管。这电话不听我。对，你今天让他诉诉苦，回去还是让你管他啊。他还管你什么了？他平时吧，就是假如说我出去的话吃饭，他必须要我给他拍照。我一个大男人，我出去吃个饭，我先给拍个照，我多憋屈。那我不是嫌他
看一下你吃的什么嘛。我怕你自制力本来就不好，如果你自制力好一点的话，我不会让你拍照啊。万一你又偷吃点啥怎么办？那白捡了，晚上又要偷吃夜宵，又不是被我一次发现，发现好几次了都。不让吃是吧？不让吃不让喝，管钱。这个男朋友这么好，你来干嘛呀？哦，不是我要来的，主持人是他要来的，他想来的。哦，是你要来的？对，他想过来。哦，我以为是你要来。因为我觉得就是他跟我提出一件事，就是说意思是让我去他家倒插门，你知道吗？这事我倒插门，我作为一个男的，我什么没有啊？怎么了？你到我们那又不是不能生活，我为什么一定要去你那边？那我家也有车有房啊，那你怎么不过来呢？问问啊，是去你们家生活吗？对啊。去了之后要不要改姓啊？不需要啊。孩子跟谁姓啊？当然是你跟我姓啊。然后第二个才跟他姓嘛。哦，第一个要跟你姓。对。第二个才能跟他姓。对啊。真这么要求你啊？反正我这个要求我是真的特别不能容忍。